现在买七了，所以我要做满一个月的，有七万，没有太多的。好，来买香粉、肉桂。拜六，今天来赶趴了。哎，蛋挞哎。出发，第一堂。第一堂，第一小时。哎，不错。一定是来不及。不确定有没有字。耶，绿灯，但秒数好少。The thing about giving your heart away。我应该要办月票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因为我的1270了。But life unfolds in the strangest way。Sometimes you just can't keep love alive. But I've tried, and I've tried. But I just can't get you off my mind. 24, 但我都已经44了，为什么没看到优惠？所以我要做满一个月的。OK, 那我再签一下。我打八折可能就划算。9.9%，我要新的啦，我还是要排队，但是还好没有排很多人。你上次给我吃一个是这个，就是啊，这个是你教的，没有，那是你给你儿子的。10:50吃饱，然后这边改装。啊，其实说吃的也差不多。哦，对啊，那怎么办？你喝过这里的司康要70块，对不对？好，走。那家有的是司康，一个要70，司康比较贵。又来了 ，Dreamers， 说想去买他的肉桂卷啊，好，来来买买，看看。有，你要不要香橙、肉桂各一款？我比较喜欢原味。原味，那你要买一颗还是买两颗？那也是你要各一颗、啊。我是比较喜欢原味。那就买一颗、啊。好，那就外带。那外带，这个看起来很厉害。苹果，好、啊，苹果、啊。那就这个。跟那个。那个各一个。好。好，好，试买一下，配下午茶。12:58，礼拜六。对，今天待会有一位刘先生来赶滑板，然后在3:30有一个独轮课。
牛奶不够。啊，2:20。哦，这个是一位彰化，应该是彰化了，彰化来的刘先生，他拿板子来给我改。哦，原木色。然后比较特别是，他还带蛋挞来耶。贝林古堡葡式蛋挞，这家我没听过哦，谢谢。因为我本来是跟他约1:30，然后他有点迟到，然后因为我待会还有课，我有点担心会占到待会的时间，所以我刚刚有小催了他一下，说我待会3点有要出去，因为3:30的课我要准备。结果，他2点多到，对啊，好，赶快帮他赶。跟他说，对，好，3:14出发。我是第一趟。3:22，对，约那个溜冰场，不知道他到了。好，今天运气不错，等一下就风大了一点。1小时，哦，这个我们独轮驾训到向下扎根，我觉得滑这个也蛮厉害的。哦，它原理是要扭扭扭就可以动。云爸，他儿子，对吧？他叫阿晴，对不对？晴哥，啊，晴哥，晴哥什么时候开奖？最近都没奖了呢。对，对。好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很有耐性呢。对啊。不错。对啊，很有耐性。不错，不错。哦，很有耐心教小朋友。好，快下课，不错啊，现在火。不错，我以为你要停的，好像你又加速，对不对？想说再游一下。对啊，对对对，就是这样子啊。啊，不错，不错。
去当外送，对对。如果是我们可能比他方便。对啊，说真的，你去申请那个脚踏车的，然后用独人送，搞不好。这样去买菜了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如果你敢的话，对啊。不难啦。你的工具人的那个功能又提升了。这个是的话，哎，你往那边啊，我带你往这边走。好。拜拜拜拜拜拜。People keeps missing the clouds seem to fade.车子还真的不能那么快啊！我连车子没办法滑那么快。哦，好，反正就在前面了。5:35上完课了。我刚刚那个黄小姐跟她先生啊，对，我本来也一直以为是黄先生，原来是黄小姐，对。然后先生已经会滑了，但是他说他不想让，就是觉得先生教不如找老师教比较好，学得比较快。的确是，他今天表现不错，第一堂很好。那下一次，我觉得他下一次应该可以绕圈，好上桥。那待会我可能直接滑 V11回去，对，明天一早要去圆山会合。在录了，那待会不知道吃什么晚餐，不晓得。就是今天礼拜六，明天里面礼拜一，拜拜。哎，我的声音还在。